到一个厂、欸。可是其实我刚闻到的时候，今天打几桶，我说现在才一桶，一次一桶嘛。半夜就是欢乐团，又有三个车鱼，就一个场地一桶差不多啊，就两个场地就一桶，那今天是欢乐。
第二个领的那个二三岁，然后是说你大学毕业之后。羊说要开场，他应该有在上班吧？我看到。